盖饭在日本又称为井饭，通常是以较大尺寸的碗在米饭上盛装鱼肉、肉类、蔬菜或其他慢煮料理，方便忙碌的现代人用一碗饭解决一餐。在八渡八峡海洋宴会厅，竟然可以花酒令级90仙便可吃到酒楼级别的盖饭，色香味俱全的摆设还没动筷就让人胃口大开，配搭盖饭的热汤也是用料十足，绝不马虎。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门市提供免费的自助沙律，让顾客在等候上菜前可以慢慢享用，完全不额外收费。这个盖饭哇，吃起来非常超值。第一点，它的颜色、它的外表看了都流口水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鱼肉，一向来我们在外面吃鱼肉最怕的就是有泥土味啊、有鱼腥味啊，但是在海洋吃鱼肉是不会的，而且会感觉到很鲜甜，而且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餐，后面还有水果呢。觉得海洋这个9.9的盖饭非常的值得，因为有肉、有菜、有蛋、有汤，还有饭后水果，然后饭前也有那个 salad 给你吃。虽然我们是在外面用餐，可是这样子的一餐非常的营养均衡，就很像在家里妈妈煮的一样，而且还更丰富。我特别喜欢那个咸蛋排骨，因为那个咸蛋黄的酱是厨师用咸蛋黄煮出来的，不像有一些地方呢是用那种现成的酱料调配的，就很整个很化学的感觉。海洋的咸蛋排骨就完全没有，就非常的健康。